是哪儿？爸爸要执行任务，这是爸爸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从流浪地球计划启动的第一天起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地球上的人被放弃了，我儿子还在下面。请求直系亲属通话，呼叫刘琴。跟他有什么好说的？那是你亲爹。中国新年的第一天，作为一名父亲，我不想这次团聚是最后一次。我已经记不清你这个混蛋的样子，你有什么资格替我做决定？373号运载车已失联。啊，对不起。Warning, unauthorized awakening. 刘卫强，你要干什么？爸爸，你真的会变成一颗星星吗？会啊，你只要数3、2、1。